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阳明山公园。来来，你们再讲。我好冷哦。对，还今天几度？好像六七度。刚刚那个卖牛舌饼的阿姨说今天六度，现在七度。哦，对啊。我们外婆外公想来看花。有一次我们那里还零度。哦，对，我们上次去露营，哇，很漂亮哈、哦！今天我帮你们拍个照，你们跟外婆外，你们站在这里，我帮你们拍个照吧。很漂亮哦，趁这里啊，中间，然后来帮你们。好，先外公外婆啊。哇，很漂亮哦，好冷就是了。有水有山，这是阳明山的哪一个？花园花中就来这儿。樱花林溪流区。等一下会有一个中正楼，还有一个时钟，很漂亮哦。Say hi。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you, little princess. 哎，哦，好，我们来看。嗨，可爱。好，走。妹妹来。这有一个可以拍照的喷水池。樱花林溪流区，大家排队来，你去那边来，一二三，好走，啊，这样走到最有名的阳明山时钟哦，是不是？阳明山的时钟，有名的阳明山花钟哦，来你们去吧，帮你们 take a picture。你去后面一点啊。哦，好，来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你们不一起哦？你们这个有点背光哈。哦，没关系啦。脸是黑的。好，来。花中 OK， 走，我们继续到下一个行程。你要玩的球，下次吧。我们上次我们在上面。哇，这什么？地里冒出来的？热水哦。温泉水哦。外婆。好酷哦。哇，好烫哦。真的。摸起来很舒服。所以这个黄黄的是硫磺，嗯，好酷哦！最干净的温泉水。看你们手很冰，这样摸了就暖了，是不是？妈手冷，可以摸一下干净的水，温泉。温泉。对啊。对啊。是干净的，妈可以摸。从地上冒出来的。哦，好舒服哦！你们在那边摸地板。没关系。好，你们开心了吗？看到没有，这有硫磺，看到没有？嗯，你看这就硫磺。好，姐姐你脚不要踩到。硫磺，你说有。往上去中正楼，走。这是蒋公吗？国父吗？蒋公，看起来比较像蒋公。好，勿忘再举就是蒋公哦。好，继续往上。你在干嘛？你不要掉下去，我照着你掉下去。啊，很漂亮哦，风景。哦，到了，中正楼是干什么的？现在是卖东西，以前呢？以前有卖，以前也是开会的地方。哦，开会的地方而已。辛亥光复楼。行馆。哦，今天过年好像没开耶。没有开、啊。对啊，没东西。嗨，来帮你们 take a picture， smile。帽子弄好。来。好可爱啊、哦。好，来你们两个在那儿。好 ，ready。
一二三，好。我踢到卡。光复。痛吗？这边是辛亥光复楼，我们刚刚有看到花钟，王阳明铜像。王阳明就是阳明山的name吗？对对，王阳明的阳明。王阳明是做什么的？王阳明是明朝的，明朝的一个人，一个文学家。哦，他是文学家。对，因为他死掉。格物致知就是他的。格物致知。所以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阳明书，就是里面可能有纪念他的那个。哦，这边有一个 little lake or a little pond. A little leak. It's a little pond. It's a little leak. 没有。好像没有。This is a big pond. Okay. It's kind of big for me. Don't fall in. I'm falling in. 走在，这叫山林步道吗？山林小道。山林小径，这个水不知道是温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觉得你要摸摸看是不是热的吗？好啊。不要掉进去哦。I don't know， 爸爸说 ，maybe it's hot。温的。Oh, really? 爸爸他说是温的耶。我还是有点温泉嘛。还是有点温泉。你不要掉进去了。对对对。没有，一半。一半。温的。大家都想摸摸看。有啊，去那边有石头。没有热啦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温的。你要在那里拍。好 ，ready？ 一。二三，你们这样很怪耶。好，但还是漂亮了。到底照谁啊？都全部照啊。你在录影。啊？啊？呀？哪一个石头超高的？你都半从那里走过去，那里有一个地方。很美耶。找到了王阳明的铜像，在那里。来，王阳明的雕像。然后我们去看王阳明先生造像吗？哦，王阳明。刚刚走的是溪流哲学步道，还有李。建新纪念牌，哪有那个吗？这边又是一个 pond。你们在找的樱花？你们在找樱花，我在找温水。后面就是山草。我这啊。嗯，所以这是樱花。外婆说要樱花先长出来，叶子才会长出来。嗯。然后这是什么花？山茶花。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耶！